如风说梦幻，八卦天天看。一，紫禁城两个月1800万战神。紫禁城服战队老板发挥自己的超能力，只用了两个月时间，就让战神来到了1800万。按照这个速度来看，他们在十月份的战神将会接近3000万。二，雪山 F 哥金青链满熔炼。泥水雪山化生 F 哥在买下新的金青项链之后，第一时间就开始了疯狂熔炼，最终让总灵力达到了350点，系统也直接显示项链已经达到了熔炼上限。三，160极品法系宝珠交易。苏堤春晓服务器新出的160神佑宝珠，体魔双加了60点，因为有精致的特效可以打17段宝石，在上架后不久就以14万的价格交易了。四，散人超多的金戈铁马。来自热心粉丝的投稿，金戈铁马这个服务器175级散人玩家非常多，一个晚上的星辰任务就出现了西凉女国几十名队长喊着组队的场景，真的是太热闹。五，浩文重夺第二主播。在官方主播榜中加入对于礼物量的考核之后，猴粉们一通疯狂输出狂刷礼物，浩文也重回巅峰，夺回了第二主播的宝座。猴粉们不仅会刷弹幕，刷礼物同样也是一把好手。